下去吃饭，但经过大巨人人好多，人超多的那个，今天超热，还是隔着马路比较热，但那个屋顶真的蛮漂亮的，金光闪闪。就后来跑来吃 Five Guys， 超贵 Five Guys， 超贵的。然后他们这个饮料啊，你点了，就是因为像美国他们好像是喝到饱，但那这个是底下有一个像 QR code 的东西，对。然后你只能装一次，对你装第二次，他就会知道你装第二次，很好笑。蛮妙，他这个有免费的花生可以吃。我以前其实也吃过，只是我也忘记上次多少钱，但这个好像比英国吃到还要贵。这一个 burger 要这么大，其实也不是超大，蛮厚的，是真的。那个 burger 要9欧，然后这个薯条5欧，饮料3.5，真的是超豪华套餐。我叫了里面加青椒的，因为它这个里面都可以自己选。我觉得加青椒吃起来其实蛮奇怪，是好吃，但是怪怪的。然后他们的那个薯条也是。基本上不太放盐巴或什么，他是自己加这样。现在4点多还是超热，然后跑到辣白岩去看一下，旁边买东西，顺便去逛一下。上一次来辣白岩超赶，现在是整个到处都是人，那是周末就是超多人，又是现在有折扣期，所以就是大家都跑来买东西这样子。你看他是都会有中文的，因为拉法亚太多的中国人了。他这个拉法亚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异花的一个超大宫殿，然后那个是，那可以走上去看，就是好像要排队就是，感觉蛮好排的。他这个那个空桥就可以上去，然后排着整个，然后就是要排队，排，哇，这排了好多，你看。好，这是今天午餐，晚餐啊，不是午餐。现在已经8:30了，是好晚的。这不，其实没什么感觉，外面亮的不得了，你看外面超亮。对，然后就是吃个台湾带来的泡面，然后煎个蘑菇，还有昨天的牛肉，还有一个凉拌菜。然后再吃晚餐，对，这个是要吃这个面，这叫马祖，对啊，不重要，马祖什么？老酒面线，对，反正就是那时候觉得便宜就买了，然后看它便宜就买了。然后它是，反正它是马祖酒厂的，然后号称也是有酒包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闻起来酒味没有到很明显的酒味啊，是有酒味。嗯，我觉得吃起来酒味比闻起来明显很多，那味道还不差。对，我已经有点忘记跟那个之前那个一般的那个比一下怎么样，但我觉得还不差，这个便宜很多，量也少一点就是。嗯，好，今天晚上喝这瓶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喝一瓶。然后这应该不是修道院认证的，但是应该种类是修道院啤酒，对啊。那闻起来有点蜂蜜味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蜂蜜味。嗯。这瓶苦味比较淡一点，苦，我觉得喝起来比较像一般的啤酒，它的苦味比较淡一点，然后口感比较没有那么，就是比较喝不出比较单一的味道啦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蛮好喝的，就是某种程度来讲，就是天气热的时候还是喝这种味道比较单纯比较好。